好，我们开始哈。这一品呢，就是建阿处品哈。那么其实啊，释迦牟尼佛问维摩诘居士：“你来此想参见一下如来，请问你是怎么样看待如来的？”好，这个前面这个啊，前面这个如来就是说，哎，你来这边呢、啊，想来参见我释迦牟尼佛，哦，那现在释迦牟尼佛就借着这个如来啊，借如来这个，哎，这个题材哦，要请那个释迦牟不是请那个维摩诘居士啊，发表一下他的看法，哦，所以这一章呢、啊，这一章就是在讲什么叫做如来，哦，那我们看看维摩诘居士哈、哦。怎么的？维摩诘居士啊，答道啊，就是像看待自身实相一样，去观待如来。哦，自身实相啊，这是你自身实相啊，那个实相啊，实相就是没有相啊。哦，就是你在那个进入到不生不灭的时候啊，哦。远离什么能跟所，远离能跟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实相，哦。那么我观待如来哦，他以前哦不曾来过，以后也不会离去，现在也不留住，哦，这是讲那个，哦，就是没有过去，哦，没有现在，也没有未来。那么既不以色身观如来，又不以色的本体观如来，也不以色的本性观如来。色哦，这个叫做不以色身观如来啊。哦，就说你这我们这色身就是一个幻化哦，虚幻不实的一个五蕴幻身哦，所以绝对不能用我们的色身来看待。如来，那又不以色的本体观如来，色的本体是什么？哦，色的本体，它没那个它是虚而不实的啊，哦，它的体性啊，它体性是空的，哦，它体性是空的，然后再过来说，也不以色的本性观如来。哦，就是色的这个本性啊、哦。哦，这个色身呢、啊，就是我们这色身就是五蕴幻身啊，这是虚幻不实的东西啊。然后它的体性呢？哦，色的体性是什么？色体性就是空啊，哦，它也是虚幻不实的啊。它的是啊，它的这个本性啊，是本性就是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那个法性啊，哦，它的法性，它法性当然就是也是空的啊，哦，所以它的体，它没有体啊。受想行识四蕴去观如来，哦，我们说五蕴啊，哦，因为前面讲过，你不能用你的那个什么自身的实相，那就是色受想行识啊。第一个就讲到色，那么受想行识哦，其他的四蕴啊也是一样啊，哦，所以你也不从事的本体去观如来，不从事的本性去观如来。这个是一样啊，色受想行识哦，因为是啊，哦，是本来也是虚幻不实的东西哦，哦，这个是啊，所以是有没有体，是有没有体啊，哦，它的本性啊是空的啊。
为这个事啊，我们说事产生的那个原因啊，大家记得吗？事产生的原因啊，就是说有这个事哈、事的产生是没有原因的哦。把它归类成啊，归类出会有事，会有事，这个东西的出现呢、啊，是归类出来大概有四个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，是产生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第一个，无始以来哈，无始就说无始以来为什么归？为什么？为色啊，哦，是这样，就是这些色哦。我们讲说，无始以来啊，为这些色所熏起。怎么熏起呢？因为你一直在了境啊，哦，一直在了境啊。你一旦了境，那个就开始分别啊，没有，把那个色就产生出来，所以这就是一种熏起，哦，就一直受那个做那个色。熏起，他过来，啊，这个就是说喜哈，他这个一个，他这个事哈，就是对这个啊，哦，对这个诸各因缘诸根所了的那些色相，对诸根所了的色相呢，他会怎样？他会一直这边流转，哦，他没办法去分别，啊、哦，你说你如果到菩萨的话，他可以分别诸法，哦，怎么分别呢？比如说眼。那个嘛，眼根哦，跟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他所了的这些境啊，你要他知道啊，知道就是说、哦、这些之所以会有这些，比如眼根所了的境，我、哦、都听到了这些生成啊，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个就是说，了解这个诸法的那种法相。这个就是说，他这个、啊、这个事，他就是喜见这个诸色相，诸色所有的诸根所了的那个相啊，他怎么呢？你一旦了境，了了那个境之后啊，他就开始起什么？起那个分别啊，起思量啊，那个就是事的一种特性啊，哦，这事的特性啊，再过来，过来呢？就这样，说你唔知，先导出两个唔知，啊？这个就是四两个表别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嘛，他就是说，他这个哈、哦，他五诸根所了的进来，哦，六根所了的进来，他就开始怎么样？因为你看嘛，就是说这个业相一开始流现啦、啊，因为每一个事它都有三相，每一个事都有三相，所以你一旦那个什么业相开始流现啦、啊，就开始转身那个什么六七，然后前五是转身了、哦，这是转身，这个地方都在讲那个转身啦、啊。我们说转向，哦，它这个是业相。这块是真相，哦，就说你这个业相开始一开始那个什么，就是你的那个无始无明啊，一开始那个什么启动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转身什么，转身的前五世，转身六世，转身七世，哦，就是因为他，所以他就开始会那个什么思量跟了别啊，哦。
那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就是说哦，就是说，你可以那是什么了达诸法的那个诸法的那个法相，了达诸法法相怎么了达？不是说啊，我现在看到这个，我知道这是黑色的，哦，我明明知道这是黑色的，它、啊、就是黑色的，这个还不够，你要知道说，要知道这整个一系列的那个道理，从最原始到这个，就是了达诸法相。哦，那我们说佛是什么？佛是建立一切法。佛建立一切法，就是说你回到这边这张讲，就是说如来，你了解到说哦，这个是你的如来是什么？远离了这个什么我跟我所啊。哦，我们讲说远离我跟我所啊，虽然远离了，你连远离的那个念头都要舍弃掉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进入到实相啊。哦，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哦，啊，佛就建立一切法，所谓建立一切法，都告诉我们说，之所以会有一切法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从这边过来的。哦，我们还如来的都是从你的如来藏的那种引线，我们所谓的如来藏的引线就是这个从这边最开始出来的。哦，啊，佛就是佛，所谓佛建立一切法，就如来，哦，如来，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如来藏的显现嘛。所以就是这个从如来藏是最原点的，它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可是呢，哦，你这个印象无始无明一开始引动的时候呢，哦，就开始转身，这个就是建立一切法，哦，好，我再过来，思量就了别。通通都是因为你的，这个我们都讲到这比较细腻嘛，就是好，你最原始的原因就是你的意象在表现嘛，所以才会有那个事的产生嘛，开始转身嘛，你这个意象开始流动，才会转身事，哦，才会转身事啊，这些东西你回到最原点，就是刚刚讲，这都是因为你如来藏的引线路，啊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无师法中嘛，我们不晓得。哦，所以这个不晓得，这个都是什么？你的心，哦，你的心所显现的。所以你看嘛，这样，这个讲的是四个，哦，这个归类起来叫做四产生的原因，四产生的原因啊。但是我们在刚才讲说，你这个意象一开始流现的时候呢，就开始你这个前期式哦，就开始转身，哦，前期式就开始转身了。哦，啊，转正好，转正前五次，转正六次，转正七次，这都出来了嘛？哦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哦，你把它归类起来，就是这个。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心所显现出来的。哦，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它就是会你这个一下一启动，它就六次分别嘛，七次你照做啊，万法就出来，就是思量跟了别。哦。哦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一旦啊，就为什么是说那个什么喜乐诸乐见诸色相，就是你一切的那个业啊，都是我们六根所造，这个就是所有的诸色相，六根所造。哦，啊，因为你这边六根所了的见，哦，六根所了的见，你所了的见是一个境啊，可是有一个东西来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。对不对？不然我们看到，比如我们看到虚空，不然看到那个什么形形色色在这个虚空里面啊，你可以去分辨这是树木，这是小鸟，这是高山大竹啊，你会去分辨啊？凭什么？凭这个事，哦，啊，再过来归纳出来说，哦，这个就是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这些从外围所有的形形色色，它一直在给你熏习。一直熏习，哦，所以你这边呢，八四田里面的种子啊，才会怎么样？才会无边无量的种子在这边呢，哦，所以归纳起来，事的产生大概就是四个点，
法规来讲，公可以归纳就是这四个。可是你看嘛，每一个都是啊，不是很明确。你看这个那个什么色的熏习，怎么熏习？对，不是很明确。啊，他又很乐见这个诸色相，哦，以诸根在了见嘛，哦，这是不明确。所以呢，这个事的产生哦，事怎么来的？它是没有原因的，知道吗？这个事是没有原因，没有原因的。所以你看，这是虽然是我们把它归纳成这四个项，哦，四个项目，可是呢，它并不是很明确，知道吗？它不是明，因为那个什么，你佛法里面就是要明确啊，就非常明确。你看这个没有明确，所以。再往前推，就说这个事哈，它本来没有原因的，它之所以产生哈，是没有原因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不能说，因为你没有原因，所以我就不要理你，因为我们先了解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哦，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接下来哈，这是从五蕴的哈，所以它那个事本体哈。你不必去从事的本体去观如来，因为他没有体啊。也不要从事的本性去观如来，哦，他没有的，他没有那个法性，因为他本来是没有东西一样。好，如来也不是由四大圣起，哦，他形同虚空。那么法身哦，超出六根。并非由眼耳鼻舌身意所集成。他远超三界，哦，他远离了什么？远离了贪嗔痴三毒。这个三界哈，这个三界啊，贪嗔痴三毒哈，大家记不记得啊？在那个《达摩水脉论》里面啊。哦，这个贪嗔痴就是三界，不是我们那个什么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哦，这个贪嗔痴。哦，随顺什么空、无相、无作三界空门，那么具足天眼、宿命、漏尽三种神通，那么智慧通达无明。以无名本无差异，哦，这个的哈，就说你啊，我们就说你远离什么？远离我跟我所的时候，这些远离这个哈，你连远离的这个的念头都没有的时候，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哦，那个时候什么？前面讲法身现前，哦，法身现前，然后呢，法身现前呢，再过来是什么？法身现前再过来就是你的智慧啊。哦，再过来智慧现前啦，这个时候的智慧，哦，这时候的智慧，就说，因为你了解，你了达了这个哈，了达这个道理啊，了达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你那个时候的智慧哈，我们刚刚讲说佛是建立一切嘛，那个时候就是智慧，那个就是佛的智慧，哦，但是这时候的智慧啊，因为你通达嘛，所以。无上的无明啊，没有什么无明，哦，这个无明就等于你的智慧，所有我们的烦恼，通通都是菩提，知道吗？你那个无明也是一种烦恼，哦，那个是一种根本的烦恼，所以那个通通是菩提，哦，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？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智慧啊，所以无明跟智慧是一样的，哦，你如果证悟到这个，我们说你的你跟远离我跟我所，进入到那个实相，进入到实相无相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是佛智现前，哦，佛智现前，所以非常尊重的菩提，上面无明，无明的是智慧，哦，所以这边讲说无明，哦，这个时候的智慧哈，跟无明啊就没有什么差异，